936开头这个部分啊 ，reveling 一直到逗号为止，很明显是一个在句首的现在分词短语啊。现在分词短语在句首肯定是伴随嘛。两个特点，一个呢是主句主语跟它一样，对吧？另外一个呢是两个动作近乎同时发生，这个伴随已经讲到嘴皮子都磨破了啊。前面题都考这个啊，好多好多，所以要记住两个特点啊。主语肯定是它这个 army 啊，等于是这个兵马俑，对吧？它呢是和这个爱金字塔还有这些什么玛雅城市来作为一个这个对拼的啊，对抗的。这没问题啊，主语是 army 啊，就是这个兵马俑，后面定语 create protect 秦始皇，后面同位语啊，就是去创造来去保护秦始皇。然后身后啊，到这儿这个部分 s 系动词，对吧？表语呢是2000岁。身后第二并列句，按的啊，并列连词，那、啊、并列句，那这个兵马俑 chuck 动词宾语，这工匠36年去完成，后面相当于 more than 36年 to complete 是一个部分，相当于是个宾补啊。花了这么长时间去完成，所以 A 没问题啊，先保留。咱们再看 B 的话呢，带回去的话啊，前面是有一个伴随的，对吧？所以这个主语在 B 里面变成了秦始皇，这是主语了。然后呢，被保护怎么样？后面都不太用看了，为什么？因为这主语不对，对吧？那能跟这个这个什么埃及金字塔呀，包括这种就是玛雅城市去比的，肯定不可能是秦始皇自己吧？所以这肯定不合适啊 ，B 就不对。再看 C 呢，说 it took 这么多。工匠这么多年去 create 这个秦始皇，这里面啊，这个 it 它属于是形式主语啊，它是身后这个整个的不定式，其实是 to create 这个东西 took 这么多人这么多年这个意思。因为这里面这后面这个主语特别长，所以这儿呢用了个 it 来做一个形式的一个站位这个意思。它这么站之后啊，不管后面对不对，它那个主语不对，因为是件事儿当主语了，一个事儿也不能去和玛雅的城市以及这个。这里面的金字塔去比较吧，对吧？所以 C 肯定也不对啊。再看 4D， 这是状语，不管它，主语这回变成了这个工匠了啊。这工匠呢 ，work 动词啊，这么多年去创造，这是目的状语。这里面的主语变成了工匠，那工匠也不能去跟这个金字塔比吧，所以 D 也不对啊。再看5E选项 ，5E 呢，这主语又变了，变成时间了啊，这个 more than 36年，这是主语了。那这是个动词啊 ，need to， 这是一个宾补，其实这也不对啊，因为你后面还行，但是你前面的话呢，不能拿时间去跟金字塔比吧，所以也不对。答案 A 选项啊，这个题其实你只要看到了这是个伴随啊，这个题其实就很容易，但是呢，就怕你没看着，然后在后面来回找，这后面的话呢，其实变化是比较多、比较乱的，不好去判断，那或者说比较容易乱吧，那通过这个第一点就能去把这题干掉了啊。